以上介绍了太极拳的基本动作，下面开始学习24式太极拳套路。为了便于学习，我们把拳套分为8个组进行学习。第一组起势，左右野马分鬃，白鹤亮翅。请先看一遍完整示范。请看分解示范。起势，身体自然直立，两脚开立，与肩同宽，两臂自然下垂，两手放在大腿外侧，眼向前平看，两臂慢慢向前平举，两手高于肩平，手心向下，上体保持正直，两腿屈膝下蹲，同时两掌轻轻下按，两肘下垂与两膝相对，眼平看前方。左右野马分鬃，身体微向右转，重心移至右腿上，同时右手收在胸前平屈，手心向下，左手经体前向右下画弧，放在右腿下，左脚随之收在右腿内侧，脚尖点地，眼看右手，上体左转，左脚向左前方迈出，右脚跟后蹬呈左弓步，同时左右手慢慢分别向左上右下分开，左手高于眼平，肘微屈，右手落在右胯旁，手心向下，指尖向前，眼看左手，上体慢慢后坐，重心移至右腿上，左脚尖翘起，微向外撇，随即左腿慢慢前弓，身体左转，重心再移至左腿上，同时左手翻转向下，收在胸前平屈，右手向左上画弧，放在左手下，两手心相对呈抱球状，右脚随之收在左脚内侧，脚尖点地，眼看左手，右腿向右前方迈出，左脚跟后蹬呈右弓步，同时左右手分别慢慢向左下右上分开，右手高于眼平，肘微屈。上体微向左转，左手翻掌向下在胸前，右手向左上画弧，手心转向上，右脚跟进半步，上体后坐，请再看一遍完整示范。起势，起势，头颈倒直，下颚微向后收，不要故意挺胸或收腹，精力要集中。左右野马分鬃，做左右野马分鬃时要注意，上体不要前俯后仰，
两手分开要保持弧形，身体转动要以腰为轴，做弓步与分手的速度要一致。白鹤亮翅，胸部不要挺出，两臂上下都要保持半圆形。第二组，左右搂膝奥步，手挥琵琶，左右倒卷红。请先看一遍完整示范。请看分解示范，左右搂膝奥步，右手从体前下落，由下向后上方画弧至右肩部外侧，手与耳同高，手心向上，同时上臂微向左再向右转，眼看右手，左手向下，由左膝前搂过落于左胯旁，左脚向前迈出呈左弓步，上体慢慢后坐，重心移至右腿上，左脚尖翘起微向外撇，随即左腿慢慢前弓，身体左转，重心移至左腿上，右腿向左腿靠拢，脚尖点地，眼看左手，其他动作与前世相同，为左右相反。上体后坐，身体重心移至右腿上，左脚略提起稍向前移，变成左虚步，同时左手由左下向上举，高于鼻尖平，臂微曲，左右倒卷红，右手翻掌经腹前由下向后上方画弧平举，臂微曲，左手随之翻掌向上，同时左腿微微提起向左后侧方退一步，左手回收经左肋外侧向后上画弧平举，手心向上，其他动作与前世相同，为左右相反。
再看一遍完整示范。左右搂膝傲步，注意手推出后身体不可前俯后仰，要松腰松胯，推掌时需沉肩垂肘，做腕舒掌必须约松腰，弓腿上下协调一致。做弓步时，两脚跟的横向距离一般不少于30厘米。手挥琵琶，身体要平稳自然，沉肩垂肘，胸部放松，左右倒卷红，前推时手不要伸直，后手也不可直向回抽，仍走弧线。前推时要转腰松胯，与两手的速度要一致，避免僵硬。退步时脚尖先着地，再慢慢踏实，同时把前脚扭正，退左脚稍向左后斜，退右脚稍向后斜，避免使两脚在一条直线上。第三组，左揽雀尾，右揽雀尾，请先看一遍完整示范。请看分解示范。左揽雀尾，身体慢慢向右转，左手自然下落，经腹前画弧至右肋前，手心向上，两手相对呈抱球状，左脚向左前方迈出，上体微向左转，右脚跟向后蹬，呈左弓步，同时左臂向左捧出，高于肩平，手心向后，右手向右下落放于右胯旁，身体微向左转，左手随之前身翻掌向下，然后两手下捋，上体稍向右转，两手经腹前向右后方画弧，直至右手手心向上，高于肩齐，上体微向左转，右手附于左手腕里侧，双手同时向前慢慢挤出，两手向左右分开，然后上体后坐，重心移至右腿上，两手向前向上按出，手腕部高于肩平，左腿前弓呈左弓步，右揽雀尾，上体后坐并向右转，重心移至右腿上，右手向右平行画弧至右侧，重心再移至左腿上，右脚向左脚靠拢，右脚尖点地，其他动作与前式相同，为左右相反。请再看一遍完整示范。左揽雀尾，捧出时
两臂前后均保持弧形，分手与松腰、弓腿三者必须协调一致。下履时上体不可前倾，臀部不要突出，两臂下履需随腰旋转，仍走弧线。向前挤时上体要正直，动作要与松腰、弓腿相一致。右揽雀尾，右揽雀尾的动作要领均与左揽雀尾相同，只是方向相反。第四组，单边左云手单边，请先看一遍完整示范。请看分解示范。单边上体后坐，重心逐渐移至左腿上，上体左转，两手向左运转，直至左臂平举于左侧，眼看左手，身体重心再渐渐移至右腿上，左脚向右脚靠拢，脚尖点地，右手向右上方画弧，至右侧方时便勾手，上体微向左转，左脚向左侧方迈出，右脚跟后蹬成左弓步，在身体重心移向左腿的同时，左掌慢慢翻转向前推出，手心向前，左云手，重心移至右腿上，身体渐向右转，左手经腹前向右上画弧至右肩前，手心斜向后，同时右手变掌，手心向右，身体重心慢慢左移，右脚靠近左脚呈小开立步，右手继续向右侧运转，左手经腹前向右上画弧至右肩前，手心斜向后，同时右手翻转手心向右，左腿向左横跨一步，眼看左手，以下动作同上式相同，没方向相反。单边右手继续向右运转，至右侧方时变成勾手，左脚向左侧方迈出，右脚跟后蹬成左弓步，左掌慢慢翻转向前推出，呈单边式。请再看一遍完整示范。单边上体正直松腰，右臂肘部稍下垂，左肘与左膝上下相对，两肩下沉，左云手，两臂随腰运转，速度缓慢均匀，重心要稳，眼随手动。
第五组，高探马右蹬脚，双峰挂耳，转身左蹬脚，请先看一遍完整示范。请看分解示范，高探马，右脚跟进半步，身体重心移至右腿上，右勾手变成掌，两手心翻转向上，上体微微左转，右掌经耳旁向前推出，手心向前，手指与眼同高，左手收至左侧腰前，手心向上，右蹬脚，左手手心向上，前伸至右手腕背面，随即两手分开，自两侧向下画弧，左脚提起向左前方进步，呈左弓步，两手由外圈向里圈画弧，合抱于胸前，同时右脚向左脚靠拢，脚尖点地，眼平看右方，两臂左右分开平举，手心均向外，同时右脚提起向右前方慢慢蹬出，眼看右手。双峰贯耳，右腿收回，膝盖提起，左手由后向上向前下落，右手心也翻转向上，两手同时向下画弧，分落于右膝盖两侧，手心均向上，右脚向右前方落下，变成右弓步，同时两手下垂，慢慢变拳，分别从两侧向上向前画弧，至脸前呈前形状，转身左蹬脚，重心渐渐移至左腿上，右脚尖里扣，上体向左转，两拳变掌，由上向左右画弧，分开平举，手心向前，眼看左手，重心再移至右腿上，左脚靠近右脚内侧，脚尖点地，同时两手由外圈向里圈画弧，合抱于胸前，左手在外，手心均向后，两臂左右分开平举，左脚提起向左前方慢慢蹬出，眼看左手。请再看一遍完整示范。高探马，做高探马时，上体自然正直，双肩要下沉，右肘微下垂，右蹬脚，身体要稳定，两手分开时，腕与肩齐平，双峰贯耳，注意头颈正直，松腰，两拳松握，沉肩垂肘，转身左蹬脚，动作要领与右蹬脚相同，左右相反。第六组，左下是独立，右下是独立，
请先看一遍完整示范。请看分解示范。左下是独立，左腿收回平屈，右掌变成勾手，左掌向上立于右肩前，右腿慢慢屈膝下蹲，左腿向左侧伸出成左扑步，左手下落向左下，经左腿内侧穿出，眼看左手，以左脚跟为轴，脚尖向外扭直，随着右腿后蹬，左腿前弓，右脚尖里扣，上体微向左转，右腿慢慢提起平屈，同时右勾手下落变成掌，并由后下方顺右腿外侧向前摆出，屈臂立于右腿上方，肘与膝相对，手心向左，左手落于左胯旁，手心向下，右下是独立，右脚下落于左脚前，脚尖点地，然后以左脚掌为轴向左转体，左脚微向外撇，同时左手向后平举变成勾手，眼看左手。以下动作同上式相同，没方向相反。请再看一遍完整示范。左下是独立，上体正直，独立的腿微屈，右腿提起时脚尖自然下垂，右下是独立，注意右脚尖触地后必须稍微提起，然后再向下瀑布，其他与左下式独立相同，左右相反。第七组，左右穿梭海底针闪通臂，请先看一遍完整示范。请看分解示范。左右穿梭，身体微向左转，左脚向前落地，脚尖外撇，两手在左胸前呈抱球状，然后
右脚向左脚内侧靠拢，脚尖点地，眼看左前臂，右脚向右前方迈出，呈右弓步。右手由面前向上举，并翻掌停在右额前，手心斜向上。左手先向左下，再经体前向前推出，高与鼻肩平，身体重心略向后移，右脚尖稍向外撇，体重再移至右腿上，左脚跟进附于右脚内侧，同时两手在右胸前呈抱球状，眼看右前臂。以下动作同上式相同，没方向相反。海底针，右腿向前跟进半步，左腿稍向前移，脚尖点地，变成左虚步，身体稍向右转，右手下落，经体前向后向上提抽起，并由右耳旁斜向前下方插出，指尖向下。与此同时，左手向前向下画弧，落于左胯旁，闪通臂，上体稍右转，左脚向前迈出，呈左弓步。右手由体前上提，掌心向上翻，右臂平屈于头上方，拇指朝下，左手上起向前平推，眼看左手。请再看一遍完整示范。左右穿梭，手推出后上体不可前俯，手与腰必须上下协调一致，弓步的两脚跟距离应不少于30厘米。海底针，身体要先向右转再向左转，上体不可太向前倾。闪通臂，上体自然正直，松腰胯。第八组，转身斑斓锤，如风四臂，十字手收势。请先看一遍完整示范。请看分解示范。转身斑斓锤，上体后坐，重心移至右腿上，左脚尖里扣，身体向右后转，右手随着转体而向右向下，经腹前画弧至左肘旁，全心向下，左掌上举于头前方，右脚收回后再向前迈出，脚尖外撇，眼看右拳，身体重心移至右腿上，右拳经胸前向前翻转撇出，拳心向上，左手落于左胯旁，身体重心移至右腿上，左脚向前迈一步，左手上起，经左侧向前平行画弧拦出，掌心向前下方，同时右拳收到右腰旁，拳心向上，
眼看左手，左腿前弓变成左弓步，同时右拳向前打出，拳眼向上高于胸平，如风似臂，左手由右腕下向前伸，右拳变掌，两手心向上慢慢回收，同时身体后坐，左脚尖翘起，重心移至右腿，左腿前弓变左弓步，眼看前方，两手在胸前翻掌，向前推出，腕于肩平，手心向前，十字手，身体重心移至右腿上，左脚尖里扣，向右转体，右手随着转体动作向右平摆画弧，身体重心慢慢移至左腿上，右脚尖里扣，然后右脚向左收回，与左脚成开立步，两脚距离与肩同宽，同时两手向下经腹前向上画弧，交叉于胸前，收势，两手向外翻掌，手心向下，慢慢下落于两胯外侧，眼看前方。请再看一遍完整示范。转身搬篮锤，右拳松握，前臂先慢慢内旋后收，在外旋停于右腰旁，拳心向上，如风似臂，身体后坐时避免后仰，臀部不可突出，十字手，上体不要前倾，站立后身体自然正直，收势，两手下落时全身注意放松，呼吸平稳后再走动休息。